的那一个青很浅很浅，有点青蓝青蓝这样子啊。我身上穿的这个颜色是 pistachio 啊 ，pistachio， 然后这个是 lime green， 这个是 denim blue，denim blue 我们应该说第二次有啊 ，denim blue 是第二次有 ，lime green 已经是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了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这个 lime green 了，我身上这个颜色是全新的颜色，面料是我们惯用的，我是讲这个是什么美？全新的款式啊，这个找包头的款式带走吧，三个是带走，三个是带走，因为三个是不同系列，接下来我们起码会三到五个月啊，最有吗？最少三到最少三四个月，三四个月才会有，会有这样子才会有这样的款式来。然后先看一下，因为我毕竟我要改做。啊，对，我让助理先介绍先啊。啊，先生，你分享你做了吗？分享了，分享了。有拼吗？拼了。然后我先声明一下，这款式我一样是穿 M size， OK， 你们可以看 M 是到76，对吗 ？M 到76，我们大眼睛看过。79。什么腰围？对。哦，你打错了是吗？74、79，五个 centimeter， 对了。来，这个款式我是穿着 M 啊，拉伸是还有空间。你看我穿 T， 可是说拉伸是肯定还有空间的。所以你们要找这样子包臀的针哈，三个色带走。我们是之前是有过吗？这个没有。是很久了，肯定是说 flare 裙子、袖子。哦，袖子有过而已。所以说你说这样子包臀的哈，跟这个款式，尤其是袖子是这样子的，是全新啊，之前是完全没有过。很喜欢的，真的带走三个是不会后悔的。size 一样啊，一样是带走 M size 就好了。OK， 我是穿着 M 啊。如果就是说你要找包臀这样比较 fit 的，我穿的是 size， 拉伸是肯定有空间，腰围、下围，然后上围拉伸都是有空间哈，这个款式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 size 一样 ，OK， 带走 M 就好了哈。我是穿的最显瘦的款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哈 ，OK， denim blue 哈 ，OK， denim blue 哈。所以说你们上班的话，真的带走三个色吧，这个款式。OK， 款式 PDG09啊，价钱东马的价钱是15，西马的价钱是109，三个色，全新的颜色是我身上这个 pistachio， 就是那个开心果的那个里面那个果的颜色是青蓝青蓝这样子 ，OK。全新的颜色，我之前你们有买过我们这样子的连身裙，这个颜色啊，我身上穿的是完全没有过的。然后这个 lime green 呢，这个 lime green 的话就是已经好几年都没有的颜色。再来就是 denim blue， OK， PDG09， 给你先看的款式先， OK， 它前面我的衣领一样是做了这样子 butt neck 的款式，它不是 round neck， 它是一字领这样子的款式，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顾客很喜欢这个 butt neck 的款式，然后腰围这边是这样子做了，这样子一层一层的那个刻意测了起骨这样子的效果，且后面是这样子隐藏拉链，在隐藏拉链由上往下拉在后面，袖子是用了雪纺面料的袖子，然后一样啊，肩膀这边有公主袖桌子，然后这个袖把这一个这样子大片的，第一次我们是用在这样子的fit 的裙子，之前我们有过用过这样子的袖子，就是这样子 rubber elastic 的袖子，可是是做在flare 的裙子，连身裙来讲是第一次。然后你拉上来的时候，它是非常好看的那个效果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如果你没有拉上来，它就是属于长袖这样子的效果 ，OK， 长袖这样子的效果。然后拉上来的时候，它就是这样子微微可以，它会缩在那一边，可是你不会不舒服，因为这个 rubber elastic 这个 part 啊，这样子塑胶的啊，这个是很舒服，很舒服，不会说勒着的感觉。转后面，隐藏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，它是比较简单，然后比较 fit 的。然后像之前讲的，我们的 fit 的裙子啊，这个裁剪啊，每个小细节，从肩膀到腰多长，都是我们自己捉到的那个尺寸是很标准，然后裙子的长度、裙子的裙角的收袖口是那个裙角的收口是多大，我们都要求厂家每一个细节都要跟足，他做出来才有这个裁剪。讲真的，你要去外面找这样子的 fit dress 啊，真的是很难找到。so far 我们有买过我们家的顾客买这样子的 fit 的裙子，不会错过我们这一些款式，是因为他知道外面很难找，就算找到了，没有这样的裁剪，也没有这样的价钱。所以喜欢这个款式的，三个色带走不会错。就像他助理讲的，基本
款式之后，你最少要等3到5个月才有类似这样子的款式出现。OK， lime green， 然后妖眼的颜色你就带走 lime green。深色来讲就是这个 denim blue， 它是 denim blue 啊，它不是深蓝啊，牛仔蓝的那种蓝，很特别。之前很多顾客都还在找的颜色，因为说话我们用过第二次而已啊，这个蓝之前的不用找了，之前的 fitted dress 是没有了。加上我身上这个 pistachio 就是 between 蓝跟青的颜色 ，PDG09， OK， PDG 09，转对是后面是这样子。老师也是非常适合穿，因为袖子是雪纺面料的袖子，非常遮手臂。尺寸跟助理一样啊，穿 M 是没有问题。后面有开叉啊，基本上我们所有做货的款式啊，我们的面料都是用这一个面料，所以你们要找这样子的面料，然后弹性非常大的，一定要带走这个款式。OK， 我去换这个 lime green 给你们看啊。有买过我们 fitted 的 dress 啊，不要错过这个款就对了啊。哎，刚才忘记讲了，如果你因为这一件裙子是没有搭背的，如果你想要有层次感一点，你可以搭背。待会我会介绍这一条背，因为这一件是没有背，我们之前那一些都是有，这一个我就刻意不要背。你想要有层次感，你可以带上这一条背。所以我这一件裙子搭这个 ash blue 的 belt 是非常搭，你就这样子搭，所以就看你们自己喜欢啦、啊。如果你要层次感，你就搭上 belt， 你不想要有约束感的话，你就完全不需要绑 belt， 一样会看到腰围这边的款式，因为它腰这边是这样子。一下子要绑 belt 拔掉先。它腰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，它就有那种 corset 的效果就对了，在腰这一边，所以搭背有搭背的不同的感觉。 OK， 就看你们自己喜欢，待会我才会介绍那个背啊。我先换 lime green 先啊。所以说记得要找这样子的 fitted dress 啊，这个款式不要错过啊，可以比较错过哈、啊，因为接下来这样子的款式报几时才会有 ？OK， 再加上跟我们讲，今年会减少这样子的裁剪的颜色，就是因为它成本非常非常非常的高，成本加了一倍，可是我们的 profit margin 比之前更低，所以说你们可以想到，就是说可能我要卖个几件，我就可以 cover 一件的 cost。真的，这个毕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还是长期有 keep 有做，是因为我们讲如果你们每次有 follow 我们直播顾客都知道，毕竟说我们一开始我们都是卖，就是应该95%啊，我们都是卖这样子的裁剪的连身裙比较多，所以到今时今日我们是有一批，就是有一批顾客是从10年前支持我们到现在，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会有做，可是说款式会越来越少，因为成本真是太高了。所以说你们真的很喜欢这样子包臀啊 fit 的连身裙 ，OK， 这款式是不要错过啊，不要说 size 一样啊，穿 M size 就好了 ，OK， 三个色一样我都可以穿到 M 啊。所以说如果你们是跟我的尺寸，所以你看我穿的是 T 啊，它不会不舒服哈、啊，它就说你看拉伸是还可以去到蛮大，所以说 according 那个尺寸，如果能接受贴身啊 ，OK， 多个2-3 cm 肯定是可以哈、啊，没有问题。比如说面料方面弹力是属于非常大弹力的哈。基本上它定是 standard 啊，这一件有买过我们连身裙的，这样子的裁剪的连身裙的啊，这一件的 cutting 是属于 standard 的 cutting 就对了，或是 PDG09，价钱是东马的价钱是一啊，东马的价钱是一零啊，一无锡马的价钱是109，三个色都是不同系列的颜色，我身上穿的是 lime green， 说法 lime green 真的很多年我都没有用这一个颜色了。再来就是这一个 pistachio，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开心果的颜色，它就是蓝和青的中间点，最深的色就是这个 denim blue， 三个色。袖子我们选用了雪纺面料的袖子啊，第一次啊，我们的袖子 OK for 这样子 fitted 的裙子，我们用这样子大片，因为连这边这个收袖口啊，这个 rubber elastic 的 part 啊，我们也要求厂家要的尺寸是多少，因为我们之前有试过这样子比较短的那个效果没这样好，就是要这样子搭配。你看我把它这样子遮短啊，和长的效果是不一样啊。所以连这一些小细节，我们都就是经过改良了，跟厂家经过改良才会推出这样子的款式。然后因为我们之前这
前新年前的有几个款式都是比较多款式比较花俏，这个呢我们就选择了比较简单一点，上班穿肯定没有问题，就是腰围这边多了这样子的折，然后其他的部分都是比较简单的款式，加上这个袖子雪纺面料的袖子深蓝midnight， 这个是 midnight blue 了 denim blue， 我身上的 lime green， 没有口袋啊，没有腰带 ，OK， 后面开叉 ，OK， 后面开叉，不用怕说啊走路不方便之类的，因为后面有开叉，然后加上这个面料弹性是非常大，尺寸跟助理一样啊，这件穿 M size 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一样是穿得到 S。这样子的袖子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这样子V拉起来，它就变成一个中袖这样子的效果，然后它这边的效果啊。它会刚刚好 ，OK， 刚刚好，就是它该泡泡袖的那个效果，感觉是很棒的，就对。因为有些人可能说，你吃饭的时候，你不想这样子拉下来，可能会你泡弄到食物之类的，你就这样子微微拉起来，这样子一点点。它会 hold 在那边。对，它会 hold 在那边，它不会滑下去。是蓝色 M 收的。OK， 它会 hold 在那一边，不会滑下去。转的是后面是这样子的，三个色都是不同系列的颜色。总之你要找这样子 fit 的裙子，这样子的裁剪，不要错过这个款式啊，一定要带走，一定要带走，不要错过我们家这样子的 fit dress。你可以去外面的大牌子找啊，这样子的款式。不要，你去外面的，你去一些 online 找，价钱189、169是已经很便宜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这个价钱会是最后一批啦。OK， 我身上的 lime green， 你要很特别的颜色带走 lime green， 你要不要一样会显白 ？OK， 一样会显白，然后你要不要全新的颜色，你就带走这个 pistachio。深色来讲显瘦的话就不用多说，一定是这个 denim blue， 我去换 denim blue 给你们看。所以要找 fitted dress 啊，不要错过这个款式，基本上有包式也不会错啊，因为三个色都是不同系列的。因为接下来这样子面料的哈，价钱是不一样了的 ，OK？ 所以说你要现在这个价钱啊，这个真的是最后一批了嘛。身上这个 denim blue， 记得啊，不要在 inbox 下单啊，你要确定你拿到的话就回来直播这一边下单，因为很多顾客都在 inbox 下单啊， OK， 回来直播这一边下单啊。尺寸是 standard 尺寸， OK， 来我身上，如果你看不到尺寸的话请留言啊，助理会另外发尺寸给你们。我身上换了 denim blue， 非常的显瘦就对了， among 三个色里面最显瘦的颜色就是 denim blue， 克是 PDG09，价钱是东马的价钱是115，西马的价钱是109。想要找个简单 fit 然后比较 corporate 的裙子，不要错过这个款式，真的不要错过这一个款式。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长度啊，才有这样子的那个显瘦效果在那一边。不是定做款啊，是完全是没有，厂家是不做这个长度的，也不会做这样子的肯定。对，这个长度啊，是我们要求厂家做才有的，因为。就是这样子的长度，就是穿成整体会比较显瘦哈。对，厂家基本上他可能会这样子了，膝盖下一点点，这个长度是不会做，这些都是我们要求厂家做才特定的款式啊，才会有这样子，包括 cutting 啊、长度之类啊，可以所有的小细节哈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 size 一样，可以带着 M size 就好。它是长袖啊，对，看啊，它这样子缩起来，然后我这样子放下来，它是长袖来的。所以你们是跟我的尺寸下单嘛，带着 M 就好了。OK， 我是穿着 M size 哈。然后就像刚才讲的，这样子的长度 OK， 然后我们连松裙角啊，松口多大，我们都要求厂家跟回，因为如果你可以看得到，我们之前有些厂家他们原本有的，他们的这边裙角这边的松口是没有这么贴这么服帖的，他们会比较小灯笼还是比较 A 的，我们是要求厂家修的比较有曲线一点的就对了。10，然后这个10不是平常。
常那种 round neck 的，它是属于 butt neck 的那一个效果，就对，就是一字领，可是不能够跌肩的。然后袖子就像刚才讲的，袖子基本上是属于长袖，只是说与我们这边袖口收袖口这边用了这样子大片的袖。收大片这样子的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子拉上，因为吃饭的时候，就像我刚才讲，可能有时候你吃饭的时候，你怕那袖子弄到食物之类的，你可以这样子微微这样子拉起来，还是你去外面你怕热的时候啊，你这样子拉起来就 OK 了。加上整个袖子是雪纺面料的袖子，非常遮手臂、显瘦，还有就是不会热。如果我们整件啊这样子长袖啊。用为整件这样子同样的面料、啊、基本上咯，用同面料我们会用做中袖而已，不会做长袖。对对对，我们不会做长袖，因为会觉得很热。所以说为什么这个款式它袖子是用了雪纺，因为我们要做长袖，就是说给你们不同的选择，比如说中袖、短袖我们都有做过，长袖就比较少，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我们就做了长袖，只是说面料我们换了，这个袖子里面是用雪纺。Vinter 的裙子来讲，这样子贴身的 pencil dress 来讲，我们第一次做了长袖，然后是用这样子雪纺面料 ，OK， 因为我们不能整件啊，长袖的话再用回跟身体那个部分的面料一样，你会感觉到很热，所以只有这个面料这样子配搭会比较。我们有试过说整件这样子，可是我们穿上去的感觉效果没有这么好，加上我们也会觉得哎这样子这样很热，太热了也不适合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用这个雪纺的袖子？我们有做过，如果是用回本部的话，一样的面料都是中袖的那个长度 ，OK。裙子的扣篮 PDG09 价钱是东马价钱是115啊，西马的价钱是109。为什么价钱有区别？就是因为这个面料是很有重质感，所有这种大弹力面料来讲，它是属于最重的，再加上它是最大弹力的，所以说它面料是非常最贵的那个面料，面料是最贵的，所以说东马会比较高，是因为它那个邮寄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，对了 ，OK， 三个色，我身上穿的 denim blue。Lime green, OK, lime green. 还有这个 ，Sharon， 你的是 lime green XO 了。还有这个 pistachio， 这个是全新的色啊。之前你有买过我们连身裙，这个颜色是没有出现过的。这个颜色呢，已经是好几年了都没有的颜色。然后我身上这个 denim blue so far 是第二个款有过这个色。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拉。一样啊，如果你觉得你想要有曲线一点，你一样是可以绑带啊。OK， 这一条裙子。你是可以绑带，我们是没有搭带，你可以选择绑带就对了。深蓝，我的 denim blue 我配回 pink color 的带，你要有曲线一点，你不想这样子，你可以直接这样子绑带就 OK 了，它就会比较有曲线，所以你可以选择绑和不绑都没有问题，带就是一个点缀在那一边 ，OK， 你可以绑这个裙子是没有带的耳朵啊，可是因为裙子是可以 hold 住那一条带的就对了，裙子的快来啊，要就赶快啊。三个色啊，这个是 pistachio， 就是开心果的那个颜色，青和蓝之间的颜色。这个是 lime green 加我身上的 denim blue， OK。没有的话，我就介绍我身上绑的这一条 belt。belt 的话有。你的是 denim blue， 还是要收了？belt 的 code 是 BT23223 啊 ，belt 的 code 是 BT223， 价钱是39，一共有。应该说一共有七个色，还有一个色我忘记了，dark brown。全新的颜色 ，OK， 它的宽度大概款是 BT223， 价钱是39 ，OK， 宽度大概是14个 mm 啊 ，OK， 14个 mm， 可是它有两个颜色，它的那个八哥啊，它的颜色是稍微不一样的。因为很多顾客讲。
讲，我们之前有的包呢，很多都没有了，剩下一点一点点，可能有些你们要的颜色没有，所以谁要全新的款啊？它不算是全新的款式，可是颜色是全新的。我身上绑的是 pink color 啊，一下子我把它放好先啊。pink color 和咖啡色是很接近的，我身上绑的是 pink， 这个是咖啡色 ，OK， 咖啡色，这个是 brown， 比较深的是 brown， 这个是 ash blue。这个是黑色 ，OK， 黑色是必有的颜色，然后白色，还有就是 orange 色，或是 BT223， 价钱是39，啊，有两个色啊，蓝跟 pink 啊，它的八个是稍微是亮面的，其他都是这样子哑面的，啊，我是指这一件，全部一样，对。只有粉色跟蓝色啊，它这个八个啊是这样子亮面的，其他的都是这样子 chrome 的、啊，就是这样子哑色哑面的哑色的金色，这个是不一样啊，只有 pink 和蓝不一样。面啊，我们这个包的那个 quality 就不用多说，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啊，它就算你这样子熬啊熬，它也不会裂，因为我们之前当然用久了、肯定是会呀、不能说用个10年20年会呀、我买个39块东西要用10年20年，我家的灯哦不便宜的，没有几个月就要换一次开关。你看啊，它这样子熬啊，它是不会裂的，就是 quality 会比其他的好，然后一样是有这样子。外面的他们穿一次你就看那个裂痕在那一边的，这个是不。然后一样啊，它这个我们是有叫厂家这样子左右两边这样子车边 ，OK。所以刚才谁买了这个裙子，你想要找裙子穿的比较有层次感一点，你可以搭配我身上穿的 denim blue， 可以配搭这个 pink color，OK。所以像刚才讲的 pink color 和这个蓝啊 ash blue 啊，它的头啊这个八个是这样子亮面的，其他所有的五个色都是这样子哑色的 ，OK。这样子的颜色，看到一次颜色，这个是 ash blue。我身上绑的是 pink， 然后白，然后呢再来这个是 coffee color， 这个是 orange， 这个是黑色，还有就是 brown color， 一共有7个。7个色。对一共有7个色啊，加 brown color 7个色就对了。来，我绑回白色给你们看啊。这次腰色的腰带的颜色比较多哈，可以腰带的颜色这一个款式会来的比较多哈，所以给你们多点选择哈。因为基本上我们 store 里面有的款式啊，这个是很浅很浅的粉色啊，它跟 beige color 很像啊，所以谁买 denim blue 的裙子，还是你很多深啊很亮颜色的蓝色啊 denim blue 啊 dark blue 啊，你可以配搭这个 pink color。然后我绑白色给你们看，一样是会衬得到的，所以绑belt不是这一条belt一样是可以绑在裤子之类的，只是现在我穿着裙子，我绑在裙子给你们看，绑belt不是说因为那个裙子穿了松啊，还是裤子穿了松，所以要绑belt，绑belt就像一个点缀这样子。来，绑白色，因为这个是白色，如果你要比较大众的颜色，你就直接带走白色或者是黑色 ，OK。或者是黑，可是很多的时候啊，我都会建议你们多带几个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可遇不可求啊，当你要找的时候啊，就没有那个颜色了啊 ，OK， 我已经放在边了的那个准的吗？准的，我估每一个调去量的 ，OK， 14个mm，14cm 吗 ？OK。当你要找的时候啊，未必会有，就是之前我们新年的时候有很多顾客找了，可是很多颜色都买不到，就是因为卖完了。所以这一个款式呢，它颜色比较多，你可以买着收这些。我衬一下 orange 色给你们看，搭一下啊，主播等一下拿给你看啊，你不要走开啊，这个裙子 OK。来 orange 色，所以喜欢这最重要是价钱啊，你去外面买这样子的包啊，真的外面这样子39，肯定有找到其他款式更便宜的，有，可是 quality 是肯定没有这样子的 quality， 包括你去买99的也，我也可以买包，就是说很，就是说买包单讲，很多地方你都找不到这样子的 quality， 因为我本身有自己有买过 ，OK， 所以说这样子的 quality 39块 ，OK， 带走几个色你是不会后悔。说法我们所有的顾客买这个腰带哈，都没有反对过，都是非常非常的好，因为他们也知道外面这样子的东西，可能一个60-70块或者是整百块，因为我们 compare 一些大牌子啊，讲真的，我的 quality 比他的更好，很老实的